你想看卖，莹莹若是把世界集团的股份过给我，那呢，我的就是你的啊。到时阵，我嘛对你一点点啊帮助，而且莹莹甲面变转来了，中军伊就会找无某啊，死狗一定规个人拢乱去。等青浦等你甲你结去，伊一定啊会去告中军，袂去告陆着你啊。到时阵未来城就是你一个人咧做主啊，安尼毋是上好？中家是开业后代，虽然讲因可能拢无学着啥，啊，毋过会当甲中家乱去，对我嘛不排害啊。世界集团在身边手头，嘛等于讲是我家己人，对我确实只有好处无歹处。想袂到神秘唔啊，会当替我生囝，佮我带旺。哦，所以即卖关键是爱中军带莹莹去办理结婚的登记，等莹莹摕到世界集团的股份了后，伊就变转去家己。万一警方若去调查，调查无啥，因就找无迄个犯罪的人是啥，对无？当然啦，林子彤嘛会变转去原本的模样。要不过，代志发生的时阵，伊拢住伫咧疗养院，伊有真充分的不在场证明。我想应该是袂去互拖累着，嘛袂去伤害着任何人啊。哎，中军哦，马上带莹莹去办理结婚的登记，无遮尔简单啊。别人可能无法度，啊，不过。你一定有法度。你哪样想？因为我捌看过你控制王文金，你一定会当同款控制中军啊。那根本是无同款的状况啦。我哪什么人拢会当控制？我是安怎搁要这么辛苦咧做工课？有规矩啦，叫大家一只吼。把钱拿给我就好了，那呢，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中军跟英官去结婚？我还两尊公你可以控制他的，不用跟控制也是同样有办法的。我是有一个办法的，可以让中军马上带英英去办理登记，啊，不过有一点啊无险，而且莹莹嘛受一点啊苦，哎，这亲像吼是得着绝症啊，安尼吼，才有理由会当和中军带莹莹去办理结婚啊。这真正是一个好办法呢。我就知影，我找你就对啊、嗯！你哪会这么巧啊？这么巧？啊，不过这病敢有最严重诶？我甲进前服啊，是有一寡哦症状啦。啊，不过毋是半病，过两天就好。安尼就好啊！你真正是我的挖口，我找你就对啊！伊巴肚敢有这枵哈？走路哪会怪怪？哎呦，煞唔知影哦，双脚伤久无合起来啊啦，所以走路哦，敢若阿母同款的啦。你在讲啥？什么阿母走路？我是哦，好意咧提醒你啦，做人爱端庄，爱保持形象。你也唔是我的大家啊，你是凭什么徛伫遐对我嘀嘀嘟嘟啊？啊！你不是要请阮吃饭？饭都还没吃，就开始冤了。安怎？搭嘴骨就饱？啊！歹势啦，拢是方彩霞，一支嘴遐尼臭，搁撩我生气。
那陈菊夫人，你遐尔大方，搁遮尔客气，我跟你讲，哦，讲话就讲话，别安尼卡来手来，我没关系哈。咱大家哦，拢算是姊妹啊，从人嘛希望咱会当好好相处啊。我只是向你表达一下我的心意，大姐，你得卖遮尔爱见我，咱得为即马好好培养感情嘛，袂歹啊。是想要甲家己的翁婿困过，查某人培养感情哈？吃一顿饭尔啦，告诉讲吼，连这个饭局我都唔敢去，人会了准讲吼，我惊伊惊到要眯起来。那咱行？过去咱妈做我生活二十几年啦，啊，你辛苦顶个好厉害啦，我已经偏惯习啊啦。啊，不过我阿嫂哦，无想要甲好你家家做位啦。行啦，阿嫂，咱来吃饭。你的楼梯就是我的好机会，方才下，你怎么站到旁边的呢？喂？啊？你说那笔统计资料有问题哦？嗯。大姐，我耳朵无去啊啦！你给我倒找一个好不好？就参与这种啊，你看。你别通家己找哦，你也不是把足痴迷讲。也唔过，我惊我一个人看无清楚啊。大姐，你比我少年，你目睭够好，你替我倒找一个啦。哼，帮你倒找，啊，让你穿水水去幽爱阮翁哦。我唔是头个破耳光，啊，你唔是足好生来诶。你若叫中年哦，重新买一副新的给你，唔就好啊！大姐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也不是种爱开钱的人啊。物件来当用，咱就继续用啊。而且总裁嘛唔是讲，叫咱哦莫有白开钱啊。你若是替我找着，我会足多谢你的。你真正足奇怪呢！两暝要请阮食饭，两暝叫我替你找鱼膏，你到底是咧变什么梦哈？那我在变什么梦？只食饭甲找物件咧尔，哎，大姐，你莫去学放菜上西人哦，你着规工疑神疑鬼，安尼对身体无好呢。拜托的啦，我即马有心啦呢，我大心大命呢，我无啊都跑入去粗脚找物件，你替我倒找一下啦，你若替我找着，从人买足欢喜的啊。有影啦，若讲要让从人欢喜哦，得你改个。那是这样啊！多谢大姐。啊，不过我无答应要替你找呢，所以讲哦，这无算是我找到的。家己去哦。大姐，你阿哩敢袂小超过啊？你去甲我耳朵扣带还我，还你的头啦！啊，你要甲我红腮还我无哈？不管是耳朵是仇人，迄拢是你家己无爱滴的哦。你是凭啥物要咬吐啊？而且我的鱼膏嘛，不是你讲弹就弹弹的，你给我扣回来，紧起啦！哎呀，别扭啦！你给我扣回来！哎呦，扣回来！畜生！你给我扣回来！哎呦！我有事。你还在吗？我的目睭，我的目睭足疼。我怎么打电话叫救护车啦？伊若有啥物事干吵，咱两个拢会有麻烦呐。饭拢还未吃着，都要去病院呀。麻烦，恁都免想要吃饭啊！等一下，我得招待恁吃大碗羹。病户已经进入去。白云的身体来啊，伊真紧就会反应啊，刷落来就会当照计划来进行啊。
小雪发作，就去上着家己，我干袂着安尼毁掉啊！明知影哦，你即摆身体袂咧做饭，你啥可能？你是咧创啥？你是替白盈盈做啥物饭？白盈盈，你就是咧给你姐、给你囝啦！啊，你为卖性命，啊，薪资也无够心，给伊过分也阁无够心，你这样个查某囝，你也要质疑，连你这条老命你也要赔入去？你去死好了！你为着这个查某，你甘愿死？你是足可恶的！总裁，你到底是咧变啥人啊？是不是万新兵甲你拜托啊？你都无顾家己性命，孙杰义在伊面头前咧顶英雄，这个都看门啦！他都食咧，互你食哦。我足好心的讲，要请出去食饭，我想着咧奇怪，伊咧这款想法。原来伊就是哦，惊讲我惊了就去造反啦！你看我这让你这有苦啊无？你不是你想安尼啦？母，你到底是为什么替人做这代志？我做这代志不是为着白银尔，那是为着咱家，这对咱家影响真大啦！你甲这句话要硬拗是吗？你爱现出来，现在跌落去水底啊！你去死好啦，你去死好啦！是咪讲这？你上去呗。来。秀兰，是甚物代志哦？啊，你唔是咧食饭？妈，妈，系啊啦，迄、那个狐狸精有漏胎啊呢，伊巴肚内底小狐狸无去啊。安尼死啦！啊，都食饭好好，伫咧食到叫漏体啦！我骗你要创啥啦？阮即马吼，伫咧进前护理家做产检的迄间病院啊，医生头拄仔给伊漏体药啊，已经食了啊，啊嘛排好清气啊，即马吼送伊转去病房休困啦。啊！伊倒进病房。妈，中立伫你边啊哦。你莫问遐济啦，紧讲，倒进病房。啊，就306号病房啦。嘿嘿，我你要创啥？医生讲你肥肉足多，你还当我好好休困，你才着急，你身体爱顾啦。别了啰嗦啦，来看卖，生命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啊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别着急啦，文金啊，拜托，你来甲我扶一下吼。夫人，咱的囡仔无去啊。食饭哦。阁来食，阁会漏体。我好心，要请护理阿公方才生去食饭。我想讲，要好好培养厝内底人的感情。妈，你规工吵吵闹闹，害你心烦，结果行伫诶路诶，才看到一个楼梯，护理。伊就趁机会把我杀落去，我根本连预防的能力拢无。我的囡仔真正有够歹命的，我心就痛，我痛到袂喘气啊！规气，我规气把囡仔做伙死好啊！我囡仔你也做伙死啊！你莫有白想，唔当艰苦，身体要紧啊！吼，你是安怎要杀神明啊？啊？你敢知我拄只嘛骨结结，为着要替超强去加装啦！我咧保护恁后生呢，你竟然害死我巴肚内囡仔！妈，我们不会走。